2016年2月29号，大连由于受冷冻影响，虽然已经进入八九雁来的季节，但大连北部海域冰未融，河未开，金州湾海域大量浮游生物及滩涂被海冰覆盖，数万只海鸥聚集在大连甘井子区毛营子垃圾场觅食，积存能量进入产卵期，场面尤为壮观。